无线歌唱真人 show 中年好声音二参赛者刘可的音乐室30号在红磡新开张，他就表示都投资了五位数以上的，五至六位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计埋灯光音响肯定过晒噶啦，系啊，哦，咁样，系啊，咁但系会唔会系真系成个势咧？中年好声音个势，所以先搞呢个音乐室咧？其实一半一半啦，系咯，因为大家最紧要我哋嗰班人都好中意玩，咁啊就想可以提供一个地方啦，唔讲提供嘅，可以大家可以合作做一样自己想做嘅嘢咯，可以咁讲，系咯。因為一開始嘅時候係興趣嚟嘅，就想啊自己玩啊，因為自己有燈光音響啊嗰啲，咁啊想哦揾個地方自己玩啊，即係我哋中意去，都有好多人都中意玩音樂啊或者夾 band 啊嗰啲，就想擺個地方俾大家一齊去，唔使周圍去揾地方啊嘛，有我哋會有唱歌班啦，咁啊有教琴啦，有即係好多方面嘅嘢嘅，會做好多方面嘅嘢。都会都会都会继续有